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故事时间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说的故事是《这是我们的学校》。你好，我是老师。你好，我是学生。你好，我是校长。你好，我是副校长。你好，我是秘书。你好，我是厨师。你好，我是保洁员。你好，我是女孩。你好，我是男孩。你好，我们是同学。我们爱上学，这是我们的学校。各位小朋友，你们也爱上学吗？你们都跟老师跟同学一起学些什么东西呢？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习说一次这个故事吧。这是我们的学校。你好，我是老师。你好，我是学生。你好，我是校长。你好，我是副校长。你好，我是秘书。你好，我是厨师。你好，我是保洁员。你好，我是女孩。你好，我是男孩。你好，我们是同学。我们爱上学，这是我们的学校。非常好，大家都说得很好了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时间，我们下次见喽。